高尔夫今年的版本一般一十年度沙飞高有贡献奖，第八年高苗做高飞职工三十两年的攀附的得到为终身奉献奖。结果第知识一定都会失退，没有可能会文化失调，是由继续落成去做教育。此外，对客家庄内的彭芳庄同刘桂珍得到为经营奖。新竹县竹东国小的高中彭芳庄用传统客家歌曲来推广客家文化，甚至是大家都很记起介入经营高中。凡是接落奖牌，土竹东社区太好，推广文艺好事。由十年按照介绍规章，得到一百一十年土教育部社会教育贡献奖概念奖。今年为创新客家，今年土文化拢系同刀剑爱去做介，爱搞教育部。尤其系你啲下台语啦，专门讲国语，所以系台语讲客嘅比例哈系当代嘅。所以安尼有客家古典汉文啊，哈，韩国有就是客家三角采茶戏哦。八等吉他带领学生从下边做记录意念。新竹县竹东国小高中彭芳庄特别捐款得到社会教育贡献奖概念奖。其他同校进行之外，每周天同学校推广语文教育，和同学生进行团合演社区，为学生创造出客家体的舞台。韩国从学校的汉语的推广的部分的重要，带领学生呢，除了学习以外，要带领学生要表演，本身要走舞台。佮本身呢，我们利用汉的时间呢，自家咧做个社区的历史中，带领老人家吼去认同韩国个合唱团呢去表演与唱歌。可能在这个自己的服务工作岗位上，但是就是愿意多看到周边可以来做更多来协助。或用更多的力量来照亮很多原本可能是黑暗的地方。社会教育贡献奖今年系第四十六年来颁，是两百多道教育贡献奖，全面教育四十三年届法定经理冯炳国中退休高中攀附得，唔但抢头干娘做志工有三十三年研究，每头退休了后，出钱推广国际境界教育交流，礼拜高得到终身奉献奖。客家新闻启用尊重一起特别报道。